知道你很难过，但是你身体也要顾。对啊，如果妈妈情绪一直很低落，会影响身体泌乳素分泌乳汁，造成母乳减少，甚至回奶，这样壮壮就吃不饱了。吃饱，现在你活不活得下去还是问题。医生，我上网查了一下，低腺体疾病通常是由母亲遗传给下一代的，是吗？张先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责怪张太太吗？壮壮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难过的不只有你。你有没有看到你太太刚生产完，身体还没有恢复？你不但不安慰她，还问这种问题，把责任丢给她。哎，永俊，你可以冷静一点吗？医师的本分是什么？是以病人为中心，尽心尽力的帮助病人，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和陪伴，而不是像你这样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家属身上。其实壮壮今天会变成这样，真的是因为我吗？是我害壮壮的吗？常泰，你先别想那么多，你听我说，这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妈妈会伤害自己孩子的。目前壮壮是出了点状况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考验。如果通过这个考验，那说不定你们全家的感情会变得更好哦。当然，我们也会尽全力帮助你们的。嗯，别太想了。嗯，谢谢丁医师。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大宇，我们要该去治疗室了。哦，好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小心哦。张太太的情绪你们要多加注意，我担心她随时会有状况。如果你们控制不住，一有问题马上通知我。嗯，是，知道了。嗨，姐。嗨，姐，永姐。金子姐，你到底还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事情都已经变成这样了，你还下不了决心吗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跟他还在那边。什么？你跟他没有？你跟他只有我跟他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没有你跟他，只有我跟他，所以跟你跟我跟他都没关系，这样你明白吗？你跟我，你跟他，你跟我。不明白没关系，我好好跟你解释。快，走走走。Jack。刚刚 Jack 说的那是什么啊？他是在说绕口令吗？你们有人听得懂吗？很明显，刚刚那段绕口令就是在说他，我们是我们，当然不能理解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现在他只剩下他，你们想要知道解答，当然只能问他。哦，问他。哎，杰毅，那个刚刚他跟他是什么？对，无聊，我要去巡房。啊？无聊？会无聊吗？不过说实在，刚刚那个女的说事情都这样了啊，是怎样？对啊，还有一句什么？杰克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讲话就好好讲，干嘛讲这么暧昧啊？反正呢，这暧昧呢就有暧昧的。我告诉你，有些事情啊，只要一把它讲清楚啊，立刻就……哎呦，阿长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你在绕口令哦。臭阿皮，不老怪。戒烟消愁，你算什么意思？你在胡说什么啊？我不管你因为劈腿自作孽有多痛苦，但身为医师，就是不应该摧残自己的身体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只要是你伤害自己的事情，我就不许你做。给我，给我。我吃巧克力为什么要给你啊？我是想要增加我快乐的脑内啡。木头怪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难过哎。你看那个壮壮，他才刚出生不久就患了罕见疾病，然后我又看到他妈妈那么自责，这么不被谅解，我真的很无力。你当医师这么多年，难道还看不开这些事吗？木头怪，我真的很希望立腺体 DNA 缺陷能够在现代医疗有新的突破口。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伤心的父母了。那你应该回研究室去做研究，那才是你真正该去的地方。
对了，你刚刚说什么劈腿什么来着？是什么意思啊？三 J 事件，你、杰一、And Judy， 我们三个你有什么问题啊？杰毅，我们过去找他。哎，大人大人，不要过去啦！你没看到杰毅现在脸色比他桌上那碗生菜沙拉还要绿耶？我们还是不要过去，以免扫台风了。杰毅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误会我了。放开我！你听我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三 J， 只有双 J。是啊，可是你说的又是哪一组双 J？ 对啊，是指 Jack 杰伊还是 Jack Judy？ 你跟我来。放开我！你要带我去哪里？爸，刚这出也太精彩了吧！这是传说中的虐心剧吗？啊！我赶快通知大家。戏登场，伤口复原得很好，不用担心。谢谢医生。要好好休息哦，拜拜。哇哈哈哈哈！你脚又痛啊？是啊，很痛。小贝，你急急忙忙的干嘛？啊，你们没有收到陈宇学的通知吗？他说杰克跟杰伊现在两个人，他们为了 Judy 的事情在空中花园谈判呢。啊？谈判。嗯，走吧，我们赶快过去。我动人呐，拜托。乖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情况不太妙。杰伊 ，Judy 她只是我学妹，对我来说，她就像我家人一样，而我也把她当成妹妹。如果你是在气这个的话，那我跟你道歉。对不起，但是请你理解，我最近都在想这种事情呢。我就是有洁癖又小气，眼睛里容不下任何一个沙子。况且学妹也不是真的亲妹妹，谁知道你们两个会不会哪一天擦枪走火变成情侣？不可能，她真的就只是我的学妹嘛。一个学妹千里迢迢从美国跑回来找你，这不是为了爱，为了什么？她来找我，并不代表她爱我。那你告诉我为什么？那是因为。说不出来了吧？好，金子杰，我们就此结束，分手吧。就这样，分手，杰伊就这样子，也不再努力一下哦。他怎么这么干脆啊？你忘了，林杰伊的外号是什么？小神刀，哦，所以他挥刀斩情丝的速度快很准。学长，你要跟杰毅分手？喂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哇，这个也太帅太 man 了吧，好专情哦。嗯，看来 Jack 对杰毅的感情真是很坚定哎。那个 Judy 哦，虽然再漂亮，身材再火辣也没辙，还是乖乖的回美国。时珍，你回来啦！我在喝茶，要不要帮你泡一杯啊？不用，我有事找你。杰伊，你太奇怪了，你跟 Jack 分手为什么要装没事啊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想跟你谈谈。分手就分手，有什么好谈的啦？你为什么要跟 Jack 分手啊？这不像你啊！你会这么做一定有什么原因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帮你啊。
我就是有洁癖嘛，我看到 Jack 跟其他女生在一起就是浑身不舒服啊，与其这样不如现在就分手，眼不见为净。我不相信。我知道你很爱 Jack 也说过他不会轻易放弃你啊，你怎么会这样对 Jack？ J， 如果你今天不把真相说出来的话，我就不放你睡觉。不会吧，他妈聊到什么时候啊，我还一堆报告没有做哎。该死的林杰义，本少爷到现在还没吃饭。啊，肚子好饿哦。哎，警察跟监都要带甜甜圈了，我吴芙蓉哎怎么可能毫无准备呢？谢谢，大家是兄弟，一包算你100块。100块，你肩伤了，会好啊。哎呦，强盗你！好啦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跟别人说。其实之前 Judy 有来找过我。我有一样东西想要让你看。这是关于立腺体基因突变治疗的论文，是杰克以前写的。杰克写的？虽然目前立腺体遗传的致病原因已经比较明朗了，但是因为缺乏合适的药物或大分子运输系统，所以在治疗立腺体功能缺陷上的有效方法并不多，还需要好好研究一下。而杰克的这份论文呢，就是在说 Jack 先假定一些原理，然后提出可能的药物或补充分子运送方法到正确的位置，提高治疗效率。没错，你看懂了他的论文，不得不说他真的很聪明。这个立腺体的疾病不就是现在的状况吗？其实我这次回来就是奉美国教授之命，要邀请杰克一起回美国研究室进行研究，不过杰克拒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，因为他放不下你。可是我想壮壮的事件一定要让他燃起了研究的动力吧，他现在一定很挣扎很痛苦。我想杰克他是真的很爱你，也许跟你一起恩爱的过着小确幸的日子也是一种幸福，但是你能保证未来杰克回忆过往的时候，他不会有任何一点的遗憾吗？所以你会提分手，是为了让 Jack 能够毫无眷恋的去美国做研究。可是就算 Jack 去美国做研究，你们也不一定要分手啊，你们可以传讯息，可以视讯，或者你可以去美国找他啊。而且你和 Jack 现在几乎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，你们突然说分就分，你说的我都想过，但是美国这么远，彼此看不见又摸不着的，到时候情况就会更复杂。你不想要变成整天那种疑神疑鬼的女生吗？唉，好苦哦。难道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吗？爸爸，爸爸，杰伊，你真是太伟大了！从今天开始，我的零食都分你一半，而且你就是我的福大妈祖。杰毅，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个心酸的女人，我也支持你。林杰毅，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？你以为你自己一个人牺牲很伟大吗？你有想过 Jack 的感受吗？既然你的爱情观这么自私幼稚，早一点分分也好，反正拖久了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
田毅，你不要理他，他哦根本不懂什么叫爱情的。大远，如果你是 Jack 的话，你会留下来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如果可以完成论文研究的话，感觉很酷。我如果是职业医的话，我应该也会成全 Jack 吧。哎呦，又没有那么复杂，两个人一起去不就好了吗？那太不公平了啦！杰伊都还没有毕业，女人又有自己想要完成的梦想啊。一定有其他办法的。大赫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？自己闯的祸，自己解决。我已经被连医师骂到臭头了，为了赎罪，我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了。陈医师，局长，这泡面不营养，来我那边吃好吃的。我可以。不可以。好，我去。这是我姐教我做的叉烧饭，试试看。叉烧饭。哇，我以为林老师只会做竹笋炒肉丝哎。我姐教我可多了，真的。今天我不是主持，我只是一个关心你的朋友。试试看。为什么我会流泪？洋葱，因为加了洋葱。洋葱，为什么要加洋葱？我的眼泪止不住，怎么办？男人有泪不轻弹，我一定要忍住。孩子，别忍了，眼泪是泪腺分泌的液体，别忍了。当眼泪流下来，才能够洗涤你的痛苦和压力。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。别吵，你正经吵，就是别吵。玉玲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玉玲姐，玉玲姐，你们在这里干嘛？那个门锁坏了，这门锁坏哦，你在修门锁。喂喂喂，学长，我是吴金灿的，怎么会有小孩？你说我要怎么想？你们有看到我老公吗？没有。哎，不可以！一定是我老婆在外面偷人了啦！你想干他？玉锦这个混蛋！
老婆，老婆，你先冷静一点，你这样会动了胎气啊，老婆。动了胎气又怎么样？你都说我偷人了，怀这小孩有什么意义啊？好了好了，老婆，快帮忙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怎么了？孕姐还好吗？好痛好痛！快送妇产科，快快快！孕姐，小心小心。